今天洗衣服的时候啊，在老公的兜里找到了1000块钱，这还得了，立马帝王蟹造起来。哎呀，不能被他知道啊。看看肥不肥。有点瘦吧，这个。嗯，再来一条腿看看。老铁，给我个小爱心吧。老公发现钱不见了，不得来揍我呀！来个四连抱。我能抱几个，老铁给我几个双击啊。很多小伙伴私信我说，看你们吃帝王蟹啊，只吃腿儿，那它这个大盖里面是什么样子呢？今天打开给大家看看啊。其实啊，它里面没有什么，帝王蟹呢，主要就是吃它的腿儿。哇，剪刀不够快。今天来两只面包蟹，我们来检验一下它的肥度啊。哎呦，我靠，太硬了。面包蟹的正确打开方式啊。今天再来挑战一个生性海葵。撒点芝麻香一香啊，焖得下老铁硬给我双击啊。哎，来两个小龙虾，哎呀，公的，我也没挑公母啊，赶紧调料。很多朋友说啊，你这个龙虾太不划算了。就吃那几口，不一样哈。